主席，请问一下，台中第一选区就是大安、梧栖、大甲这一区，就蔡其昌选区，目前有决定参选的立委人选吗？哦，我知道民众党现在提名了蔡碧如，他蔡碧如委员也很优秀，也在努力在地方跑。那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也碰到，国民党也有优秀的立委候选人，民众党也有立委优秀的候选人。我们就是秉持这样的方向，希望越单纯越好，最后大家能够集中选票，能够团结胜选。所以会一起合作吗？会一起合作吗？我们在各个地方都有希望都能够建立这样的默契，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席次极大化啊。毕竟将来如果我们政党轮替之后，重新执政之后，很可能大家就必须要一起合作，一起团结。现在从一选区传出说，就是国民党也要推派人要李亮明跟你合作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我是昨天看报纸看到的，对，那就是从昨天看报纸上面看到他们的，应该是他们的发言人讲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自己就是之前都没有听说，在地方上面也没有听说有这样合作。地方上面当然都会有一些谣传啊，所以这在过去这个几个礼拜，我在台中就是在拜访的过程当中，大家也都有这样的期待。那对我来讲，当然是朋友要多嘛，因为我到台中去，我当然就希望大家通通朋友要多，然后多多的来支持。那一样，就像我常讲的，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做一个政党轮替。那如果国民党力量的话，这一区可能会不会变成说是蓝白合的示范区，民众党蓝白合的示范区？到底是不是蓝白合的示范区？我倒觉得中台湾蓝天白云还不错啦，但是对，那至于南部一片绿油油，我觉得那个是柯主席要加油的地方。董事长开讲高雄场啊，就是跟柯主席这个好像活动本来是7月22日要办，结果后来临时取消。那现在就爆出说，是不是因为报名人数不足，本来要有1800人，结果后来只来了660人？那你自己怎么看这样？我觉得柯主席的那个人气魅力应该毋庸置疑啦，因为他每次的 YT 现在几乎随随便便 YT 点阅人数都300万人次，所以这一次高雄的一个举办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有什么样的问题？我觉得这个可能要问他们会比较清楚。不过对我刚讲的吼，这个整个南部一片绿油油这件事情，真的是柯主席的挑战，嘉耿人是在就是暗示说，柯主席在南部这边的支持度好像是有点消逢的状况，导致说这个报名人数不佳。你自己在经营南部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？高雄、台南、屏东确实那个，要不然这个年初一开始，大家不是柯主席都很希望我到那个高雄去嘛？那里确实是一个沙漠艰困的一个选区，但是我想随着这个民心思变吼，那整个风气带起来，我想中南部不管它到底是不是一片绿油油，但是我想民心思变，想要改变的一个意念，我觉得是有在从这一股的风潮里头，其实是有被带动起来。辩论会时要问侯友宜什么问题？我要先确定他7月23日23日还在。哇你说那见缝插针呢？不是啊，这很务实的题目啊。侯友宜call in进来啦，侯友宜来啊啦。不，他说我侯友宜call in进来啊。不是，你是问说我要问他什么？我要先确定他有没有机会被我问到。好啦，假设这个侯友宜还是代表国民党参选到底，在辩论会的时候，你要问侯友宜什么问题？社会住宅的数量吗？还是不会了，不会问他。你要问他什么？其实我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要问他。他的存在感这么低哦？你要问他什么？我要问他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又不是总统参选人。那你要问赖清德什么问题？赖清德那个是就是，请问他如何务实的推动台独嘛？他自己讲的，
没有，我先跟大家好，前面先扣帽子，先扣帽子。我说美国政府已经通知我们了，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，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如何务实的推动台独啊？你已经把题目跟他讲，回去就准备了。那假设对不起，假设郭台铭最后他如果要独立参选，你要问他什么？啊，这个不用问。我要问过一个问题的。这个问题我问过了。没有独哦，郭台铭问他什么？对。这个等7月23号他有出现，我们再来思考。OK， 刚刚啊，我们在后台的时候，今天都没有办法继续耶。如果都一直这样的话，阿北。你看到这个场面，你是已经习惯了，还是说，哎呦，这个越多越好？那你接下来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月的月底，不是有个演唱会吗？这个场面跟演唱会差不多吗？演唱会是你的 idea 吗？演唱会那个场地只有300多人呢。啊，这么少，不是小巨蛋哦？没有啦，这个小，我们在试验用网路来演出的，线上线下整合。现在每一个活动它应该带来新的场子。所以你这个在月底的演唱会只有300人，不是在小巨蛋，也不是在流行音乐中心。那、本来原先是要在北部流行音乐中心办嘛。因为那个是东区门户计划一个重要的政绩，我本来想说夹带，你知道吗？假装要去唱演唱会，然后可以把政绩给大家看到。你想要夹带？结果世态炎凉，你知道吗？我当市长，市长现在还不到3个月，人家就不让我在那里办了。所以蒋万安要不要出来讲一下？他不让你办是不是？我猜，通常这种事情都是太监就解决掉，不会到皇上那里了。太监就把你解决掉了，是不是？对、我们知道了，所以只有300个人的场地。阿北，我想要问你哦，很多人说你出来选2024是来乱的，有人是这样讲啦，有人说你北调，你一定北调啦。你有没有把握你会当选？会。会。要相信趋势。要相信趋势。你有没有想过哦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啦，假设我们退一万步，你没有当选的话，你下一步要做什么？那个不会发生的，所以。7月要办首场个人演唱会，你现在有所需要曲目是什么吗？你要问我的经纪人。啊，你的那个售票8800块，跟韩团一样贵。啊，哇。其实那个是付款，一直不行。头前的路，不知我等我呢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那落，已经暗淡阮衫裤，一阵风，予阮的心更加坚强。成功的背后，不知有多少苦楚。阮选择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阮的名。Bravo Bravo。我的